今日 K-pop 粉丝在论坛上讨论，大家觉得哪些男团出道曲真的选得很好呢？上传文章的粉丝举例 The Boys 的 Boy 歌曲和团体的名字非常搭，而且歌也很好听。其他网友粉丝则是分享 SHINee 的名曲《姐姐你太美了》，还有 B.A.P 的 Warrior、Infinity 的《再次回来吧》、Seventeen 的 Adore You、101的 Energetic， 也有人提到 NCTU 的第七感。Throw Back Together 的 Prom， Very Very 的 Ring Ring Ring， 以及最近出道的 Boy Next Door 由 Zico 打造的出道曲 Who， 大部分的网友粉丝们都一致称赞姐姐你太美了，真的让大家印象很深，完全是神曲，到现在也还在听呢。